喂，罗福生，好，我正有此意，我们的前尘旧怨也该有个了结了。有什么，直说吧。我父亲罗青庚，是不是你杀的？看来你已经见过洪正宝了。好，明人不做暗事。你爹的确是我杀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年是你爹先杀害的我妻子，我只不过是为了报仇。你说的这些是你亲眼看到的吗？当年我听到枪声，马上赶到现场，我看到你爹已经拿着枪了，我的妻子当时倒在血泊当中。不是你爹杀的，是谁杀的？也就是说，你没有亲眼看见我父亲开枪打死夏阿姨。我要解释的都已经全部解释了，相不相信随便你。如果你今天想要报仇的话，可以，顶多是一命抵一命。现在倒是你知道了太多不应该知道的事情，也爱上了一个不应该爱的人。罗福生，我正式警告你，我是绝不会让若梦跟你在一起的。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，不愿意放手，你不要怪我这个长辈对你的这个晚辈不客气。该知道的事情我有权知道，该爱的女人我也绝不会退让。不过你放心，在这件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，我不会来杀你的。已经全部听到了，爸爸，我求求你了，放过罗福生吧。孩子，现在不是我不放过他，是他来找我报仇。爸爸，若梦，你要记住，爸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你好。如果你真的不想我伤害他，你就发誓从今天开始跟他断了，不可以再跟他有任何的来往，否则不是他死就是我亡。爸爸，
我后悔了。从我开始调查父母的恩怨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后悔了。不管结果和真相如何，一定会伤害我们一个，而另一个人会更加痛苦。浮生，我想我们之间好好的，我们不要再理那些恩怨了，这件事情就此打住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我不想因为任何理由让我们俩分开，你答应我吧。真的不想我伤害他，你就发誓从今天开始跟他断了，不可以再跟他有任何的来往，否则不是他死就是我亡。如果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是不是就说明上天想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呢？浮生啊，这可是杀父之仇啊，远离林若梦，远离林家，切记啊。天英，我们能克服这一切吗？浮生，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的。